在这个圣诞节里面，我们一起来感谢天主，也我们朝拜耶稣圣婴，我们也这群小朋友跟大人一起来朝拜耶稣圣婴，祈求耶稣圣婴降福我们，也降福我们啊家庭堂婿，我们家庭，让我们每个人啊能够得到耶稣圣婴降福所带来的天主的恩宠，和祈求耶天主降福我们啊新臣父啊要下一些祈福啊好。那么师傅要上来的你们是不能来对来Okay.